8月4号，张艺兴担任芝加哥某音乐节电音的特别来宾，首次以 solo 形式登上世界舞台，表演自己的原创歌曲《Ship》，与 Alan Walker 的合作版本更是燃炸舞台，嗨翻现场。首位在全球十大音乐节之一的舞台上表演的华人小绵羊 Live 帅气不一，舞台超棒，现场掌声和欢呼说明他真的撑住了这个舞台，并且他的名字登上推特全球趋势第一，粉丝也感慨到他曾说过的带领华语乐坛走向全世界，他真的在做了。芒果捞新闻，我们的张 PD 真的太棒啦，报道。